世界上另一个我演唱会现在开始。恭喜一枝花阵营获得第一轮的胜利，能赢了，恭喜恭喜。综合上一轮的一个结果，一枝花阵营累计零个离开名额，麒麟阵营累计的是一个离开名额。就不想要让我们的人走，我们得再拼一下。最后一次交给我们，放心，这是 final battle， 必须要赢。强中自有强中手，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的。晚一点就是要看看到底是你的矛比较锋利，还是我的盾比较会防守。我们的阵营突围战第二轮的投送通道现在开始。本节目由经典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生活我定义，披荆斩棘无所惧。本节目由京东赞助播出，每周五京东首页拉一下，超多哥哥福利等你拿。本节目由三星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实力霸屏，展开无界精彩。本节目由高端零食良品铺子赞助播出，高蛋白肉脯到位，哥哥训练不累。本节目由国际高端家电卡萨帝赞助播出，无畏荆棘，成就不凡人生。本节目由焕亮纯净美肌的麦吉丽生物质石墨烯面膜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超好吃的德芙零糖黑巧赞助播出，零糖也丝滑，哥哥超爱吃。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衍生哥哥的少年时代。欢迎来到世界上另一个我演唱会。我们的阵营突围战第二轮的表演已经全部结束了。那么在投送火力值开始之前，再次的去提醒一下各位，今天是阵营突围战，两大阵营三轮对决，每轮对决在失利阵营当中产生一个离开名额。三轮对决之后，各阵营进行相应名额的末位离开。本场将有三人暂别舞台。综合上一轮的一个结果，一枝花阵营累计零个离开名额，麒麟阵营累计的是一个离开名额。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二选一的火力值投送，本轮投送火力值较低的阵营累计增加一个淘汰名额。支持麒麟阵营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请按一，支持一枝花阵营给电影人的情书请按二。投送通道现在开始。这次我觉得状态挺不错的，挺稳的，希望在现场的观众能够体会到我们设计表达的东西。 I think musically you guys sounded better. I think production wise is so strong.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的表达是会让人停下来回过头再想一想我整个经历的，我们的感动度会比较穿过去。哎，他为什么不按了？完了，投了，按完了，都是投二了哈，二，时间到，耶、yeah, ，谢谢大家。那么紧张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来看一看第二轮的比拼，两大阵营获得的火力值的情况，请看大屏幕。差100票以上。I'm happy with the performance. It's just, you know, coming to it now. Everything. 紧紧赢啫，紧紧赢啫。哇，差不多了，等一下。票以内，旗鼓相当。一句衰败有赢。咩意思啊？虽然我输咗，但我都觉得好 proud， 好大家。Yeah， 这个我一点都不意外。
但是其实没有，只有一点点。哎呀，我不重要。你们的演出是我这个节目以来我第一次流眼泪的一个。我认同他们的这个作品，我完全没听懂他的歌词，但是只通过这个视觉，我能懂他在说什么。输给他们，我 OK 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艾达姐姐，你有什么想说的没有？其实挺心疼的，那么多年了，都看见他很多的受伤，不只是腰啊、胯啊、手啊、头啊、颈椎啊。颈椎是什么？颈椎。翻译。颈椎。都是很受伤的很多，其实都是很心疼。他很多时候受伤都不跟我说，但是没办法，就只能祝福他，希望他工作的小心，不要有意外。但我今天也弄了一些东西来鼓励他。准备了一些鼓励的话。其实我背过的，但是我是有点紧张。我帮你拿着，我怕我看不见。好，我的将军特别帅，无啊，对不起，再来哈。1、2、3，我的将军特别帅，舞剑格斗都厉害，说唱跳舞也不赖，赢了你们别见怪，个个个个都喜欢他，但是他只爱蔡少芬。我其实唱歌也可以的。因为有可敬的对手，才会让我们看到如此精彩的表演。综合上一轮的一个结果，一枝花阵营累计零个离开名额，麒麟阵营累计的是两个离开名额。阵营突围赛进行到现在，真的是气氛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浓烈了。所以马上我们要进行的是本场演唱会的最后一轮较量。卓哥的眼神难哭了。Brothers， 卓哥，等我。卓哥，加油！放轻松，把你的气枪全部放出来。你们还有最后一次的投送机会。几个？加油！燃掉它。放心，燃的时间来了啊，卓哥。交给我们，放心。All right, brother. Break the stage. 加油！加油！加油！我们这两首歌输了。如果还有明天的哥哥们，有了更大的压力在肩膀上。前面两场输了，分数也差不了很多，我们全力以赴，这样我们才是真正尊重对手。我们已经有两个人又走了，太丢脸了。我马上把这种愤怒转换成能量、精力，保住第三个名额。Holger， they're saying everyone check your mic。我希望能保护我们的兄弟。我们现在准备进入最后一轮，我觉得准备的方面，我的状态是最强的。我要把这个舞台 destroy。我们前两组都输了，我就是更不想输，更有一种拼了的心态，上去就是干，这就是一座堡垒，要把它端了。接下来要上场的又是两位颇有渊源的哥哥，他们是谁呢？有请二位。热狗哥哥赵文卓哥哥，太有看头了。而且你知道吗，就很多人都说披荆斩棘的哥哥有点像热狗哥哥变形记，有没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卓哥面前本来是狗哥，你知道大家不敢惹他。 Yes， 然后后来呢马上变热狗，然后变小狗。我真的非常的开心遇见跟认识卓哥，因为其实卓哥真的是一位超级棒的队长，非常的接受跟理解每一个人不一样的个性跟想法，而且从来不会去勉强每一个队员去做他
不喜欢做的事情。我为什么一直变一直变？我觉得真的是卓哥的精神感动的我。我真的如果自己可以选择的话，我真的想永远跟卓哥在一起。左手，左手，左手，卓哥现场表白了，怎么办？小狗同学，你讲得好感性啊。我们从开始到现在合作有3个多月了，没想到我们俩成为对手。之前一直在一个队共同在努力，然后看到这个热狗的改变，每一次公演为了整个团队，他不停地挑战自己，去尝试自己，突破自己，情歌也唱了，舞也跳了，还有什么不能干的呢？小狗同学，是。但是没有办法，你们彼此代表两个不一样的一个阵营。今天你们二位带来的节目是什么样的呢？热狗先来。我们选的这首歌大家一定都听过 See You Again。 其实我们一开始并不是说真的非常要选择这首歌，可是我们一看对方的阵营，哇，有李承铉，有 James， 欧阳靖，这首歌如果被他们拿到手上去表演的话，我觉得会非常的对我们有很大的压力。所以这首歌虽然并不是那么想拿下，可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演得很好，所以就有点是以选代班，然后选择了拿下这首歌。所以在这首歌里面，最终我们会做一个怎样的呈现呢？有好多大师教授级的都会在这个节目做出很大的改变，请大家拭目以待。 See you again， 我们虽然没拿到，但是突然发现我们拿到了一首非常有惊喜，叫我们特别有创作欲望的一首歌，叫《如果还有明天》。曾经有个歌手，他唱完这首歌之后2个月他就去世了，然后我们一查，他的一个好朋友作曲家呢就做了这首歌给他。这首歌表现了一种对生命的尊重，所以我们拿到它之后呢，想哇，这么有感觉的东西怎么办？突然我们团队阿波、张琪、欧阳靖、 James 想到一个非常好的主意。这个主意跟我讲了之后，我突然一下子我眼泪差点飙出来，我说好，你们这样这事儿就这么做了，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请大家拭目以待。而且我们有一个神秘的武器将要出现，所以接下来先有请的是麒麟阵营为我们带来《如果还有明天》，加油！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自己的话，我可能会想让他好好念书，好好去当个兵，然后保家卫国，就是那个顶天立地的状态。只是我曾经不太喜欢我自己，我是一个好斗的人，我曾经希望更了解拳击，就是为了人家说一句你不行，10年不停地练拳，结果练到连骨头都变形啊，什么那样会晚上弹吉他手都发抖。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好斗害了自己，所以我会告诉他，你可以很好斗，但是你不要为了斗而斗。绝对不需要担心别人怎么看你，绝对不应该觉得比别人低。就有些人因为他的肤色就会觉得好像不够他厉害，或者不够他有价值，但是我可以说，就是把我们那个黄皮肤的精神、华人的精神、龙的传人的精神，如果我们可以保持这个精神，不只是会有明天，明天会更好。卓哥，我们有一个想法，I know you performed a character called Wang Shifu, Wang 老师。噔噔噔噔噔噔，哇，哇，对，哇，这汗毛炸了。对，我们的想法就是整个您的状态就是黄飞鸿的状态，而且里面是将军令的那个部分，就是文戏，没有武戏。我们所想表达的就是中华民族魂。哦呵。直接把质量跟情节气节全提起来的状态。哇，还打算里面加一段，我们都是黄皮肤，黄皮肤
黑色头发，黑色眼睛，黄皮肤，黄皮肤。哇，你如果再给我们 dancer 出来，就完全站住。哈，哈，哇！而且我听说你也做古乐的古筝，古筝，古琴。这个可能是很好的武器，在这首歌。Let's do it.我们是中国人 yes. 他们想的这个点确实是让我感到激动，经过这一组这么优秀的哥哥再跟我本身相结合，哇，这个太棒了。George, can I ask you,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sleep? 平时几点睡觉？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睡不到， okay, 睡不着的。OK， 我就想尊重你的。不用管我， okay. 我困了我就回去睡了。够。不过那不是十一点睡觉的人吗？他都一般回来，他都真的是回去睡觉的。那休息休息，差不多弄弄就休息了。晚安，那保证休息。今天晚上大家早点睡。Can we do the 黄皮肤 Let's get that cadence yeah, down. Yeah. What is the cadence? 可以 rap 一下吗 Thank you, brother. Okay. 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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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just a demo. It's just a demo. Yeah! 一二三四，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All right. 我从来没有想过卓哥会做到这一步，很愿意加入，很愿意跟我们一块儿去商讨，一起去尝试。他有爱在里面，他倾入了他的爱，他比我们都积极。太阳更光，卓哥阵亡了。卓哥其实也是很甜的，他都喜欢玩，他都绝对有他的调皮，哥哥们之间都是配合的非常非常好。哎呀，我有学过呀，对，那深藏不露啊，这玩儿，我不是那种专业的这种，这是玩儿。泰利，哇塞，好像不错，主要是弘扬传统文化，文化大使。古琴我肯定要加练的，既然哥哥们太爱我，那我就奋勇直前。It's a song that we can be proud about, and it gives us hope. It's that we flipped it into being a song that gives people like us something to believe, and something to fight for, something. 它已经不是一首歌了，它是一个炸弹。很有力量的一个炸弹，我希望把这首歌感染到每一个听这首歌的人。这首歌我们表现的就是对明天的期望，如果还有明天，我们是不是应该努力奋发向上图强。哥哥们加油，我爱你们，加油加油加油。Yeah.
够，但是我一定会提醒自己，如果还有明天，我们都有伤心的时候，从不在乎这种感受，但是我要把我每次感动，如果还有明天，如果还有明天，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没有明天，要怎么说再见，从来没见过我卓哥肉眼可见的血脉喷张，我也没见过欧阳靖哥哥他那种嘶吼，代表着他真的要表达什么。
对于生命的热爱，又附加了一层，就是我们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这样一个族群，彼此之间一个集体的荣誉的那种状态。然而，当自强就一定会有明天。把一种民族的感情和男儿奋发向上的精神交织起来，变成一种巨大的能量，让我们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生命力和男子气概，帅不帅？感谢几位哥哥，来，请。James， 哇 ，James 今天很棒。James 终于放出来了。哎呀，好为他们骄傲，我真的好为他们骄傲。James， 我是第一次看到你哭哎。哇，嘿嘿。I didn't want to cry. I'm 我太骄傲，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真的需要一个作品这样这个。I needed something like this song. 需要像这样的一首歌。We need role models like this, and I appreciate you guys so much for being part of this. I'm so grateful that. 他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小时候受了很多压抑。我是太骄傲，因为我们的组做了一个作品，我们可以。OK. James， 你很棒，你很棒 ，James. This is the song I needed when I was young. 我小的时候，我需要这个作品。所以我很骄傲，我很开心，我感谢你们，太谢谢你们，谢谢老天的安排。你说 See You Again 什么电影，你问我会不会有感觉，当然有了，我是速度与激情曾经有机会参与过，这个不是重点，因为除了那个演员，我第一件事就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吼吼。我们走吧，这首歌送给所有炎黄子孙，还有所有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男儿当自强，这个是谁想到加进去的？我忘了谁先说的了。开始是想有一个黄飞鸿的状态，因为黄飞鸿的扮演者就在身边，赵文卓先生，对，卓哥。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如果加上《将军令》和这个《男儿当自强》这首歌，更能体现我们想表达的这个意思。无论明天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会越来越强大，因为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自信，因为我们的国人越来越强大，对吗？对，所以明天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中国的，是的。卓哥带了秘密武器的，有什么是你不会的吗？古琴一直都有玩，有差不多有十几年了。这一次其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第一次展现，而且非常感谢张琪、阿婆、JM 还有欧阳金给我很多的鼓励，谢谢谢谢。卓嫂，看到你老公的表演什么感觉？我没有看到过，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所以我今天特别的感动。今天这首歌看完之后，我真的鸡皮疙瘩起来了，真的是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骄傲。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我大女儿的生日。生日快乐！有个小小要求，能陪我唱一句生日快乐吗？当然。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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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生日快乐，呼呼！生日快乐，呼呼！生日快乐，呼呼！谢谢卓嫂，我们都特别好奇你见过他最怕的到底是什么。我没有见到过他怕什么，只是说啊是吗？怕老婆有吗？不会不会不会，真的不会真的不会。没有，我觉得他不是怕吧，是那什么，结婚生孩子，结婚生孩子。哎，齐哥，你看，你的夫人也在旁边。哇，浪漫！哎，齐嫂，见到过你老公和哥哥们一个热血沸腾的表演吗？我觉得就是融合的特别妙，把很多东西放在一起，然后就是刚才。宝宝，宝宝。涛姐问是那个，就是你看没看过这种舞台？我当然没看过呀，你们这第一次我是来看到你们这，我你们之前我也没看过。就是那个我跟哥哥们一块这种绝对没看过，但是之前我们乐队在外面演出那种他经常看的。齐嫂，我跟你说一句话，我是怎么知道你的名字的？有一次呢，我跟张琪哥哥，我们刚好说，哎，嫂嫂加个微信，然后一扫，哎，猫粮是我的。我说，齐哥，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因为我老婆叫韦佳，有一个猫粮是他的名字。我说，猫粮是你的，我觉得狗粮也是你的，好吗？我们替网友问一个问题啊，大家都说齐哥又会唱歌又会做饭还疼老婆，就是我们最想嫁的那种男人，所以齐嫂他是这么完美的吗？我觉得他挺完美的。I love you。 爱你爱你。蔡少芬姐姐刚好有话想说。对对对，其实我不是想说话，是我的好朋友想说，她要说她支持她的老公，叫我代替她说。阿婆，我祝老公啊，对不起啊，我是朱茵啊，现在老公好好享受，尽情发挥，我爱你，你是我的英雄。我说的，我知道了，谢谢老婆，我也爱你。我会跟他说。我帮你。哎呀，好含蓄啊！好，谢谢谢谢几位哥哥带给我们的精彩表演，谢谢。谢谢。谢谢，玩得开心。黑头发，黑眼镜，黄皮肤。就是这样，有欧阳靖哥哥的地方，就是永远充满了欢乐。Yes！ 哎呀，你们让我哭成狗了，真的。James 哭得不行啊，可以吗，队长？太可以了，太可以了。我们已经尽力了。哥哥，我给你拿。你先拥抱一下我，你先拥抱一下。You made an anthem for us. I know.It's something different, man. It's bigger than this show. It's bigger than this show. I'm so proud of you guys, man. Thanks, man. It's bigger than this show, man.Not to be all like, stop making me cry, man. I need to calm down.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那好了，这应该流的这个泪。Good job. 我也很骄傲你们。
发黑眼睛黄皮肤。Oh man, I wish I had that when I was growing up. I wish I had it too. Now you had it. Thank you guys, thank you. 哎呦嚯！哎 ，Hello， 春哥，要不要休息一下？哎，也好，也好，辛苦了。多辛苦呢，要不今天就提前下班呢？对啊，小春哥，下班一条龙啊！不着急，累了就来一瓶经典有机 AF 贝塔酪蛋白纯牛奶，营养高，保持能力，继续训练了吗？这个可以，好不好？武功加油！请。这个经典有机啊，只有非常稀缺的奶牛才能产出，特别珍贵。我爸，我以后有想念经典那个日子。我超爱喝经典，家里囤了很多，到时候给你寄，把珍贵的牛奶送给最专业的小春哥。你怎么客气呢？这。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巅峰对决第三轮第二组的表演，也是本场演唱会最后一首的曲目。一二三，现在有请一枝花阵营林志炫、陈辉、热狗、盖、白举纲为我们带来 See You Again。我其实觉得要成为另一个我这件事情在人生当中算是一种奢求了。我会希望成为一个更优秀更好的制作人，音乐制作人，对，可以 produce 别人，也可以 produce 我自己。对，我希望自己有更多这样的能力。我出去了40天吧，大家看我走得很潇洒，其实我心里很难受。我虽然说因为我的眼泪窝很深的，就是说不怎么爱流泪，但是会哭的人不见得流泪啊。但是这次回来了以后，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又是我另一个我，所以这首 See You Again 是一种告别，也是一种相约。狗哥，我们一起唱这一段。哇，口哥，哇，口。Now you gonna be with me for the last ride。沉默了许久。How could we not talking about family when we all like？ 对，没有想到我武功的挑战是练英文。是不是开玩笑吗？这个节目是。怎么回事啊？就你简单的沟通那些当然看啊都没问题，可是你叫我很溜的去唱英文歌，就是英文的 rap， 哇，那真的就没有想过挑战会是这个。How could we not talking about everything I went so you standing there by my side。 这个真的太多了，这个一团污水是吗？盖哥，不要这么。你那边已经算简单了，那个后面这个。口哥，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挑战。现在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想，很特别的想法，可以写得很感动。我们可以最快的时间写给我们的话，我就给大家争取中文 rap。 对，如果不能改的话，我就只能唱，那就炫哥来 rap。 炫哥傻了，炫哥 rap 就炸了呀。可以试试看，试一下吧。哎，好啊，因为我一开始就想过，哎，先立再破。那其实到了武功，其实该立的都立，先决条件必须是狗哥或者是 Guy愿意，或者是觉得我 OK， 我才会去碰这个东西。当然，他们后来问了我这个问题，那我就觉得我可以试试看。Damn, who knows all the plants we flew？ 现在在练这个吗 ？That I be standing right there talking to you。哎，干脆就颠覆一下吧。对，炫哥第一个 rap， 辉哥第二个 rap， 然后狗哥开始唱下一段旋律。rap 第一句出来是志炫哥出来，我炸掉，真的。那这个我没尝试过的部分，我其实真的很认真的去做准备，我已经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这里，所以我只会多练。Damn，
new all the plans we flew. Same with you. That I've been standing right here talking to you about another path. I know we love to keep it rolling. 这是一个新的尝试，突然发现这尝试还不赖。Yes， 我没想到给我上出来就是 rap， 还好阿静他这方面英文的说唱，但是这里边无人能望其项背了，尤其我们俩算是以前的战友嘛，所以他会主动的说，那阿辉，那你这方面有需要我的地方，我随时。Those work days hard forever pace. Now I see you in a better place. Yeah.哇，很难的其实。对，我告诉你 ，established， 就算你是会讲英语的，一都不是所有人都能讲得很标准，所以这个真的是有难度。是。感谢感谢欧阳靖啊，对，他对我这个帮助真的很大。有时候我很着急的时候，那个阿靖就会安慰我，都会说，哎，辉哥，你需要帮忙的话，你随时说话。嗯，这就是哥哥嘛，特别好。See you again， 好像不仅仅是对已经离开的人说的话，也有可能是对过去的我们、过去的自己提醒着我，珍惜当下，享受当下。这首歌我觉得很有活力的地方是在于，它带着我回到了我年轻的时候，组团的林志炫，很开心跟年轻的时候的林志炫再次相遇。See you。Again.
林老师炸了，今天我看到林老师跳舞了。林俊杰老师是完全放开了，今天他那个状态就真的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林志炫。See You Again 非常强，热狗也是表现非常的凶猛，他说卓哥罩着我。说唱歌手有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想法立刻给你展现出来，很暖心。 See You Again 表演的时候，所有哥哥的过往的一些画面跟场景从地平这样流过去，你就会觉得 See You Again 这首歌它有价值，它升华了，它注入了情怀，注入了所有每一位哥哥在披荆斩棘的哥哥这档节目里边投入的情感，它就像声波一样打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再弹回去触动了歌手自己，它是有共鸣的。这首歌放在最后，让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圆满的结果。虽然整个舞台已经结束了，永远要跟观众说 see you again 了，可是那个再见其实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我相信当我们再互相见面的时候，我们各自都用更好的面貌去面对大家，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结果。掌声送给所有乐队的老师好吗？谢谢，谢谢你们。嫂子们好。仔仔，嫂子们好，叫妈。我刚才叫的是风妈。辉哥真的是 see you again 啊，辉哥欢迎你再次回来。大家好，我回来了，欢迎回家。有两种心情啊，第一种心情就是特别感谢，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幸运，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更加的对这些哥哥们的想念，就是很多人就说了说我是来交朋友的，其实也没有什么错啊。第二种想法就是我觉得我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刚才我们看到投屏上投的是我们所有的哥哥们在整个披荆斩棘里的画面，所以这首歌其实表达的不光是说唱给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而且主要是因为说有你的存在更像是看到了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才能够更加的超越自我。比如说像林志炫哥哥，他来的时候说不要跳舞，说唱不要，就是你不想要做的其实你都已经做过了，是不是？在节目里我刚做了吗？好像是的。这其实不是不愿意，而是怕自己做得不够好，就没有不够好的东西，我不太敢拿出来。但这次因为有狗哥的帮忙，所以我略微有把握一些。你们喜欢吗？还可以啊，狗哥还可以吗？可以可以了，我终于帮林教授上了一课，所以我是教授的教授。Yes。哥哥好会啊，哥哥！教授的教授赢了。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大家真的从不认识没感情，真的相处以来，吃喝拉撒睡训练都在一起。你说真的没感情也处处有感情了，所以今天等于有点算是象征意义上可能是一个 ending 曲，所以我也不想搞得好像很悲伤、很离别那种感觉。所以其实我歌词里面有一句写到说再见。不只是离别，更像是道贺。那我永远会挺大家，就像卓哥挺我一样，卓哥永远把我罩着。
See you again， 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会再见的意思，对吧？但是你们有没有碰到过想要再见却再也没能见的人？所以请大家都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让身边你爱的人、在你的人感受到你的爱和你的拥抱，好吗？好，我怎么觉得你像盖哥在说话一样？没有没有，盖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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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节目组里面跟大家待了很长的时间，我觉得我的性格和个性已经很多的软化了，对，终于从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走出来，然后去拥抱大家。 See you again 这首歌我觉得是对未来的一种期望吧。我们三十三哥哥以及在场所有的朋友，我们肯定还会在一个很光明、很开心、很美丽的地方 再一次见面，我觉得肯定会的，对，肯定会的。跟所有人约好一定要 see you again， 好不好？谢谢几位哥哥，谢谢大家，谢谢 peace out。 真的吗？开口跪，开口跪，开口跪，可以吗？好听到爆啊！第一句，周哥，谢谢周哥，谢谢周哥。看得出来你从开始不一样的，回去叫在街头的兄弟们，你已经是不一样的盖了。好棒哦，讲得真好，讲得真好。截止到目前的所有的表演都已经全部的结束了，那么马上要开启的是第三轮二选一的火力值投送。本轮投送火力值较低的阵营依然会累积增加一个淘汰名额，投送通道现在开始。如果还有明天，整个出来很燃很炸，非常的气势磅礴，所以我觉得这场演唱会我们是最好的，非常自信。这首歌就是要求一个氛围，一个气氛，这首歌今天绝对是六个表演里面现场感最强。卓哥，就是以我个人的情感而言，我希望你可以，可是现在我为我的团队，现在就是要看看到底是你的矛比较锋利，还是我的盾比较会防守。来，站起来！来，站起来吧！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吼吼！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吼吼！哇，卓哥，左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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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黑眼睛，黄皮肤，吼吼！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吼吼！时间到，谢谢大家。哇，嫂子们好给力啊，我嗓子都哑了，不行了。结果嫂子比你更摇滚。我老在嗓子就还在，你知道吗？还在。在看第三轮的火力值之前呢，我还想再一次的跟嫂子们聊聊天。看完了今天的我们的表演有什么感想？普通话最好的哟，彩儿。我们是我们这一队里面普通话最好的喽。对，是的。那是几个哥哥都特别的可爱，发挥他们的才艺，人雷正字。我觉得哥哥们都好帅哦。谁最帅呢？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当然自己老公觉得很帅，但是透过这个节目我看到这么多优秀的哥哥，真的我会很欣赏他们，而且每一个人都很可爱很真诚。然后我觉得男生最可爱就是男生很憨厚，
就男生有一种很可爱，你想要捏他的脸的感觉。干嘛好像说儿子的感觉呢？说儿子的感觉。陈哥准备捏脸是不是？然后我也看到了每个人的老公不同一个面，像那个少芬姐姐，她说我从来都没有看过我的老公这样，我是第一次。对对对对，在台上表演，真的是第一次看见他在台上这样唱，在现场。对，所以真的我觉得不是只有帅这么简单，而是我觉得他们好优秀，好棒，爱到爆。我说的是吗？而且还有我两个儿子都很厉害，很帅气，唱歌很棒。谢峰吗？我多了一个干儿子 ，Bridge。哦呀呀呀！所以嫂子们收获都很大。来，卓嫂，你们那边呢？刚才嗓子都喊哑，你们有没有投一 ？Respect。这个最好，这个是直播卖货。对对。总之，感谢对面的嫂子们，那么美丽，那么的活泼，那么的搞气氛。我今天话说的不是特别的多，平时说的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边是戏精组合，我们太潮了。特别特别感谢嫂子们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的哥哥们加油鼓气。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第三轮两大阵营获得的火力值的情况了，请看大屏幕。来，是时候应该考验一下你的英语水平了。来就来，你干！手机 ，phone， 风，小曲我，电脑数码 ，computer， 壁纸，划算 ，cost， efficient， 降低器 ，domestic， 哎呀，你问我这么多干嘛？马上双十一了嘛，想说给家里换点新电器，不知道怎么样才划算。京东电器双十一期间买贵了补差价，价保30天，啥时候买都划算。而且京东电器正品保障，送货快，售前售后都放心，轻轻松松满足你的需求，赶快下单啊！第三轮两大阵营获得的火力值的情况，请看大屏幕。来了来了，直接结果，我觉得也差不多。我们就是两个人要走，如果还有明天的哥哥们突然有了更大的压力的重量在肩膀上，我们已经有两个人要走了，我绝对不能要三个人走。朋友归朋友，比赛就是比赛，既然你那么野蛮，我就用最野蛮的方法把你打败。那就剩3-4呗，为什么不可以？我觉得我们 see you again 现在很好，我还蛮有信心的，我觉得。技能，我们赢了5分。太好了，很危险，很危险，危险，赢了。Good job！ 哎呀，觉得很棒，变身一直都是很棒，非常非常开心。留了一个很好的作品，过了一年，只有5票的悬殊，所以第三轮的火力值结果分别是麒麟阵营是496火力值，一枝花阵营是491火力值。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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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可以了可以了，很好了，可以可以可以，狗哥。可以了可以了，没事，这个 OK 啊，欺骗那个没事没事。我不怪你。恭喜麒麟阵营本轮能够突围成功，而一枝花阵营产生了一名离开名额。截止目前呢，巅峰对决的比拼已经全部的结束了。本场演唱会的最终结果是，一枝花阵营将有1位成员暂别舞台，麒麟阵营将有2位成员暂别舞台。
现在我们要请所有的观众在26人中选择最喜爱的3位进行个人喜爱度投送，根据你们的个人喜爱度投送决定3位哥哥的去留。投送通道现在开始。熬了4个月了，看到目的地，我现在要赢。如果真的连总决赛门票都拿不到，那我这个 OG 不是太那个了吗？我们的两位预备队员，他们的个人喜爱都要减20%，是会蛮危险的。我想在这儿多待多展现，因为我太爱这个舞台了。时间到。最终两大阵营离开的成员名单，我们会在赛后统一揭晓。究竟是谁能够继续冲刺我们的滚烫家族诞生之夜？我们拭目以待。李书谦，我你在给我拍照吗？这个 WiPin 可以看到我。这个是三星折叠屏手机 Z Flip 3的双屏预览功能。你看，你看，你看，这个 WiPin 还有这个功能。你别动啊，我给你拍一张。这个外屏呢还可以自定义壁纸，怎么样？哦，而且还有很多快捷功能，是不是特别帅？睡到了，回去我也试试。你上京东就可以 get 同款 Z Flip 3折叠屏手机，很方便呢。披荆斩棘的哥哥们在过去的3个多月为所有的观众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精彩的舞台，而下一场的演唱会呢，所有的阵营将进行最终的年度巅峰滚烫家族冲刺，最后谁能够入最终17人的一个滚烫家族的名单，哇，这真的是太期待了。所以现在我们为了感谢观众对哥哥们的支持，一枝花阵营和麒麟阵营分别准备了阵营答谢秀，来感谢大家的关注。这也是这两大阵营第一次全员完整的一个舞台秀，而且这个秀是哥哥们自己准备的。好，现在先有请一枝花阵营为我们带来阵营秀。各位亲爱的乘客请注意，您乘坐的543由披荆斩棘飞往滚烫家族的航班现在已经开始登机，请您抓紧时间由滚烫登机口登机。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This is final boarding call. Your flight 543 from 披荆斩棘to 滚烫 family now is boarding. 我们有人上去把他们箱子抢了。哇，怎么样？哇，帅气！各位亲爱的乘客，欢迎您选乘一枝花航班。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请按头上的服务灯，虽然你可能按不着，但是我们将竭诚拼命为你们服务。首先为您带上的是硬气功表演。
炫，林志炫。好，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大变活人。大变活人，大变活人。来，准备大变活人，预备，走，走。我们是一枝花开，各位乘客，安全带的指示灯已经亮起了，请您回到座位系好安全带。我们遇到强烈的激流，你们可能会感到不适，将会感到乘风破浪的起伏。乘一枝花的航班，谢谢你们，太厉害了吧，哥哥们，谢谢哥哥们的精彩演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麒麟阵营为我们带来阵营秀。非常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陪伴、支持和鼓励。为了回报大家，我们麒麟阵营特别准备了一个2分钟的歌曲集锦，回报给现场所有的观众们，请看3189。谢谢大家，接下来是送礼物环节。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些毛巾，上面印着我们所有的哥哥的照片和名字。
小心。我们没有吗？叫老公自己拿回来。刚刚拿到的大家可以把毛巾拿出来，可以撑开来，也有我们麒麟阵营，也有我们一枝花的阵营，那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纪念一下今天非常美好的时刻。大家把毛巾准备好了吗？ OK， 一二三，哇，OK，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请所有的哥哥们来到我们的舞台。太搞笑了，厉害吗？你打。哦。哎，我特别好奇，这都是谁设计的？我们大家一起想的。你们这个是谁想到的？这个也是我们一起投入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是想要有一个给今天的现场1000位观众在现场可以回归看一下我们比较经典的一些演出，就是一个经典的一个画面的所有的瞬间的回顾。是的是的，说真的，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已经一起经历了6场不同主题的演唱会，所以哥哥们，你们都还记得6场分别的主题是什么吗？其实我还真的记得，好像第一场哥哥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就是请多关照那一次，那个时候我还没有2个很闹腾的儿子，然后大家也都还不知道，原来流星锤版本的流星雨会更好听。那个时候我还以为大湾区的哥哥们呢是智慧过人的，后来嘛，再后来就是分为了8个部落，太空留言板开始，我就遇到了那个汉语和小白，让我第一次有了团队的感觉。那场演唱会结束以后，就开启了我们的25小时的一个演唱会，也是从这一场演唱会开始，我们发生了第一次的暂时离开。所以让我们真的有一种不舍得和一种无奈的感觉。再后来就是等我找到你和30000天的那次演唱会，哥哥们为了团体的荣耀就不断的突破自己，然后说唱的兄弟们就开始跳舞啦，就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惊喜。不管是身边一起战斗过的兄弟也好，还是身后一直在默默支持我们的你们也好，都是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都是我们热血过最好的证明。哇，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要准备好你们手中的礼物，红色代表的是麒麟阵营，蓝色代表的是一枝花阵营，大家可以将你支持的阵营颜色投送到舞台上，让哥哥们感受到你们的热情与喜爱，好不好？好。3、2、1。我所需，期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大家今天开开心心的玩的，继续支持所有的哥哥们。所有的哥哥们和观众朋友们，来，我们来一个真正的大合影，好不好？3、2、1，披荆斩棘的哥哥！我是黑豹乐队主唱，我是披荆斩棘的哥哥张琪，对舞台充满热爱。我要这地方有何用？京东双十一，正品把关，送货上门，价保无用。京东双十一10月31日晚8点全面开启。人生在时光打磨中沉淀出醇厚香气，热爱五味境界，用韧劲挑战每个不可能。良品铺子，高蛋白肉，柔嫩鲜香，片片营养吃出来。买高端零食就挑良品铺子。本节目由经典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生活我定义，披荆斩棘无所惧。本节目由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赞助播出，披荆斩棘向前冲，新潮好物逛京东。本节目由三星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实力霸屏，展开无界精彩。本节目由高端零食良品铺子赞助播出，高蛋白肉脯到位，哥哥训练不累。本节目由国际高端家电卡萨蒂赞助播出，无畏荆棘，成就不凡人生。本节目由焕亮纯净美肌的麦吉丽生物质石墨烯面膜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超好吃的德芙零糖黑巧赞助播出，零糖也丝滑，哥哥超爱吃。本节目由高端干邑马爹利赞助，明仕蓝黛 XXO， 干邑就选马爹利。本节目由简约不简单的丽朗男装赞助播出，有颜有型有气场，哥哥都在穿丽朗。本节目由精通每一味好汤的康师傅汤大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美赞臣蓝针赞助播出，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保护来真的。本节目由龙母壮骨颗粒赞助播出，孩子不爱吃饭用龙母壮骨颗粒。本节目由广汽丰田凌尚赞助播出，空间大动力强，越级人生尽情闯。双十一，芒果 TV 会员年卡3.5折，参与各个主题活动赢周边。Go， 享受最后的意外。哦，最后一天，今天宿舍最后一天，耶，狗哥哥 ，say bye bye，say bye， 哦哦。哇、wow, ，这是什么？每个人的照片。哦。Memory。这是最开始的那个。对，就是那个衣服上那个。刘佳拍的。This is the beginning, beginning. Dang. 我的尾巴。哎呦。刚有不要哭啊！啊，不要哭。肯会有啲开心与唔开心嘅。開心的嘢往往就好在你眼前，唔開心的嘢往往又喺你背後。所以使唔使部沙部機拍翻你咧？哎呀，这满满的回忆啊！各位哥哥，今天是在宿舍生活的最后几个小時，请10分鐘後大家前往客廳集合。啊。今天不会盖了，今天我们就要走了，我们就要宿舍，说跟咱们摄像机，咱们就不用盖了，今天哈，敞开拍吧。对，辛苦了。哎呀，这就是人，真是一个情感动物。哎呀，怎么哎，
我一会儿完成值日生的最后一个工作。哦，站好最后一班岗。对，你穿成这个，可爱了。绝版、啊？绝版，绝版。目前为止，应该只有我一个人受齐了。是。突然想起来，我今天穿来的衣服拿来签名了。我穿着，我让他们。集齐了，我可以召唤神龙啊！这一声名字走出去，我得狂死，我得。我现在要跟他换下来，不能弄脏了。嗯。小白回来。哎呀，这个大嗓子太吵了。哇、okay. 大家都在用各种方法在掩饰什么。哎，涛哥，节目结束了。哎，以为还没结束，宿舍生活要结束了，有什么想说的？涛哥有啥想说的？这个床我不希望它被搬走，我希望未来还有其他的兄弟能够住在这个床。那你搬回去不就行了？偷东西，偷东西，不是偷东西，是顺手牵羊。他对面，继续。顺手牵羊。全体哥哥请注意，全体哥哥请注意，请前往客厅集合，请前往客厅集合。来了来了，走吧。好，走。小白，下去吧，先下去吧。哎，你们俩留个位置，我坐你旁边好不好？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啦！都几个小时，不能跟你们多相处吗？来，我让你们两个坐一起。有请勤劳小蜜蜂直升胡海泉哥哥。好，哎，小蜜蜂，耶！我站好最后一班岗啊，来。哎呀，哥哥们好，今天的演出大家辛苦了。哎，站得好辛苦了。相信大家这几天都有注意到啊，咱们那个火力直驱和客厅的那个屏幕上。挂这个宿舍生活倒计时，现在数字已经变成一了，也就是剩一天了，意味着今天晚上是我们在宿舍的最后一晚了。好快，有三个月，我都不知道怎么挺回来。过去的四个月一言以蔽之，可以用奇幻来形容，是吧？就像小春哥在节目里曾经说过的，长这么大都没试过跟这么多人，尤其是这么多男人住在一块儿。Miracle。就像回到学生时代一样啊。那在这里呢，有人找到了相见恨晚的这个朋友啊，还有球友，有人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啊，大哥，大哥，然后小弟啊，干儿子啊，老公老婆爸爸啊，啊，寻亲的都是侯米啊。我们从第一天晚上彼此之间还没有那么熟悉，然后硬着头皮跟其他几个人睡在一个房间的感觉。第一天晚上还看那个球，我记得我和Paul哥他们几个做了七八十个俯卧撑。对啊，真的时间过得好快。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个词叫快乐嘛，那个乐的事儿前面都有个快字，越开心的事过得越快。哇，好有文化哇！又长知识了。有谁想发表自己的感想？哎，朱哥。哎，有。哎，我小白、波哥、海泉、盖、狗哥、尹真。好快，现在好快。汉语。给我来一遍。喂，李想、金哥、卓哥、冷北、李承铉。七亮、云龙、Jerry、林教授、Low、Michael。七哥 James Ricky 辉哥，谢谢。哎呦，吓死我了。哎呦，他是故意的。刘江，这个夏天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夏天，去年也不想到今年会这个夏天会在一个地方能够跟那么多不认识的人一起生活，大家一起交流一些
对啊，有的没的东西，我觉得也挺美好。哪怕是今天晚上，如果我们待会讲完之后，再有什么出来是谁要干嘛，谁要干嘛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我们这几个月已经很嗨，很享受，感恩，感恩，感恩。这春哥，我觉得历史上说话比较长，听得最清楚的一次，好清楚呀。咱们30多个人里面，相对比较年轻的是不是小白？小白最小。你代表你最年轻的来一下。说实话，来哥哥之前，我没有想到会在这里待这么长的时间，和这么多的哥哥在一起度过这么珍贵的时间。我们所有人都曾赤诚相见，都把最真实的自己留给了对方，非常荣幸认识各位。待会儿我用力抱你们的手，你们不要拒绝我。耶，小白，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喜欢过自己了，很久很久了，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厌恶自己，讨厌自己。可是跟各位哥哥在一起的日子，让我很喜欢跟你们在一起的自己，也让我自己这段人生经历变得更加的有意义。每当我回忆起来，我会觉得很温暖。也谢谢你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衷心的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其实我心里面有点，不仅有一点，是非常的坦白说难过。这种难过，仿佛已经很久没有我们的心底里面出现过。最难过的其实不是离别，最难过的是我们知道将会忘记。我明白。不会，不会，不会。化成灰我都认得你。我们或许我老了很快，只是我现在也老了。未来更老的时候，我的记忆力没有那么好了。有一天，或许像这年轻人讲的，我以前拍的那个节目，那个什么哥哥，就是那个 P 什么哥哥，披头散发，披头散发，披头散发的哥哥。有一群哥哥特别有趣，特别逗的，我们有很好的快乐时光。或许偶尔听到一首歌，都会想起这一刻，这样就够了。对我来说，对，谢谢伯伯。作为和这一段宿舍时光的告别，今天晚上咱们办一个哥哥的跳蚤市场，就是如果你能够从这个宿舍带走一段回忆，你将带走什么？现在每位哥哥可以从宿舍里自由选择任意物品。这个可以吗 ？Camera， 我先拿一个 camera 啊！来来，听我讲哈，自己的东西或者是存放在宿舍里的东西都可以。30分钟以后，我们回到这里集合，再分享一下这件物件对你的意义。你可以带走它，为什么带走它？你可以把你自己的东西或者某一个物件送给某一位哥哥，为什么？现在计时开始，半个小时以后大家回来，好不好？京东不负每一份热爱，开启京东分享时刻。那先把这相机拆了呗。哎，这电视相机不行。I want to keep this. That's good. No. Can I, as the leader, can I keep it? No, you are not leader anymore. 这个你应该拿那个锅。我有想到。这边道具暂时不能动啊，这边不能动的啊。拿这个锅。我知道我拿什么。拿什么吗？淋喷头。I don't know if this works. 我不知道如果这个。I don't know, but I want it. 哎呀，卓哥带我这个健身的照片，我要拿走。你先拿走了，你拿走吧，拿走吧。卓哥，这两张有你想要的吗？你先挑吧，你先挑吧。那我留起来了。有没有起子？
你就是要猜这个呀、啊？对，就是找了一个工具了。对，哇，这谁太厉害了？你太会选了，你太会选了，好聪明啊！哇，哇，还有没有？赶快找，赶快找！哇，太聪明了，好像只有那一个呀。这个不行啊，是焊上了，焊上了，去不掉。哎，哪？除了这儿哪还有啊？啊，这儿吗？那边这家里装修的时候，夸给，这很帅的。家里装修用这个放这个，夸给他挂某个地方，还亮灯。对，我去外头再找找，再找找。哎，那个谁给拆掉了？你左哥也不想帮他拆掉，好，你说我帮你拆、那个、啊？不是，那个刘家拆里头那个的。啊，我再找有什么东西可以拆的。我先找找。啊，拆这个呢。祖哥，你找到了吗？我找东西，看什么可以拆。来，暴，暴力。哎，已经下来了，下来了。祖哥，谢谢，祖哥，谢谢。你小心你的手，不要受伤。好的。你的手很重要的。好的。你直接拿这个不就行了吗？可是那个没意思啊，这个没意思啊，就要有这个呀、啊，六号房嘛。刘家那个拆的好，他那个厉害。那个厉害。他那个厉害。我们现在好像一帮土匪哦，啊，没什么好拆，拆屋嘅呢，系可以嘅呢个，系啊，一套噶，咁一横掂都唔争在咯，都系镜啫，你问偏心啊，我问个凳，成间房攞走。除了照片好像没什么好拿的。是的，其实我们拿的都在脑子里了，在心里面。我的感受是这样，对，我一直记得。谢谢这段时间的照顾。特别棒。很开心看到你今天的演出。Good。很棒。这下应该也从来没有和另外一个陌生人相处，住在同一房间。没有，从来没有。没有，但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像是回到以前学生时代住宿舍的时候。我也是。只是这一次的感觉就是，一起的同学不太一样。然后我觉得很大不一样是年纪不一样，那个时候可以。对。这个年纪已经住独了。习惯独自一人，嗯，对，那么多年突然一下就这样，对，这真是很特别的。我觉得咱俩还是很不错的，在一块住一房间，对，关键咱俩这个习惯还真是，谢谢，比较接近。我们幸运，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我也很幸运，能有您这个室友，我会永远记得，我也因为太特别，对，谢谢。我先下去。好嘞。马爹利是我激发灵感，我带回去和兄弟们干杯。收集时间已到，请所有哥哥返回一楼大厅集合。你看他们都拿什么？涛姐 ，Hello， 涛姐来了，涛姐来了，涛姐 ，Hello， 我就坐着听，感受一下。跳蚤市场分享活动现在开始。好了，咱们一起分享一下。现在在跳蚤市场的这个铺面上，这东西非常丰富啊。我比较好奇的马桶盖啊，来，狗哥，先说一下关于马桶盖为什么是你的最美好的记忆之一。来，其实就是我是想要借由这个马桶盖跟制作单位讲这个宿舍的环境有多么不好。大概四五天以前，我们这个马桶就坏掉了。所以你可能在方便的时候又用，你就所以我刚刚对，所以就是觉得这个好像代表这段时间的一些回忆，所以就觉得很有趣这样子。
来来，我们好奇啊，这个水龙洗澡这个喷头是谁的？来来来，过来这儿。这个是我们这个宿舍里面公共有我们有一个公共卫生间，我把那个东西拆下来了。每天辛勤工作了之后，其实洗个澡会很解乏。如果你到处奔波的话，你只需要把它放在你的行李箱里面，去到一个地方之后，你把它拧上，就可以出披荆斩棘的水。这个东西我是想送给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胡海泉。啊，给我呀？为什么呢？是，我知道你为什么，就说海泉是一喷子。喷子是什么意思？骗子。很能聊，很能聊天，是吧？很能说。我去过他家，他家里面其实挺空落落的，看上去很满，但是没什么人气。他家除了乐器就是书。对。然后把公共的拆下来之后，他无论去什么地方工作，他每天很累的时候回去，或者早上起来开工的时候，他洗澡的时候，洗澡就想起你在了。总之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说完了。这个，哎呀，行，接受接受，我接受这个礼物。严正，站住，站住，我想送个东西给他。哎，好好。你是个很可爱的小孩子，很高兴认识你，送你一个东西，是万年笔，是代表我们的友情可以一万年。哇！哇！而且还是紫色的，郑哥，你最喜欢的颜色。谢谢火哥。啊。希望你会写字吗？会写字吗？会写几个？我会写中文。对啊，我觉得要多写字。每一次写字的时候要记得我，上面刻着你的名字。谢谢火哥。啊。好。我拿这个，我觉得以后看到这个牌子会很有跟哥哥们一起生活。我觉得对我来说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然后我想送给张云龙。哇，谢谢。加油。来来来来。好，下一个。张云龙。龙，你拿的是那个垃圾桶是吗？对，我拿的垃圾桶。哇。那什么意思？要送给谁？你要谁是垃圾？应该没有人想收到。Jerry， 这个不用我说了吧？你这是个垃圾桶了，好吧？没有，我没有想收，我没有想收。你赶快拿走，带回家好了。我拒收，我拒收。不能拒绝，因为都是垃圾嘛。有一个。Trust， 送给你，好好珍藏，好好珍藏。为什么送你垃圾桶？因为我们互相叫彼此垃圾。啊，我叫他 trash， 他叫我 garbage。好好 OK。这个盒子是一个游戏机，就是我买来送给各位哥哥，每一个哥哥都有，就是当时摆在那儿的那个游戏机的 mini 版。哇，真的 ！Oh my god！ 因为我为什么想送这个，是因为，我们每天排练真的回来都很累。但是我每次只要一经过这儿，看到尤其是以前聪哥他们，然后端端在那儿，也许所有哥哥里面我年龄算是倒数第三小，然后可能在你们面前是一个孩子，但我觉得男人在这个东西面前永远都记住自己还年轻，自己就是一个孩子。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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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太有心了。其实每一天我们在宿舍里住也好，或者是在公演的录制影棚也好，这个 logo 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可能马上我们就离开这个宿舍，反而我们回到各自的生活，这个 logo 就可能不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它就变得无比的珍贵。我是希望暂时帮所有的哥哥们保管，然后等到第二季披荆斩棘的哥哥开播的时候，我再把它送回到新的宿舍里。哇，有意义。第二季人家换 logo 了。这个其实我跟刘聪都有一根，刘聪的我就不能拿来送给各位了，对。然后这个是我的，然后上面有 rap star 的这个logo， 差不多就这意思。然后你们猜我要送给谁？肯定是现在最说唱的一位。送给卓哥。捷到办事处都是我后面。哎呀哎呀哎呀！而且因为卓哥送了我一把
双手剑，这把剑现在已经摆在我家的玄关里，对，我会一直摆在家门口，希望你看到这里就可以想起我，好吧，周哥。这个锦旗呢，田伟冠名权，还有另外一个滚烫时刻冠名权。哎，我代表我们大湾区送给Rich and a Guy， 好不好？你们两兄弟啊，每人一个啊。谢谢哥。还有谁？快！这个里面是我出舞台演出，我自己亲手做的，我靴子上的两根羽毛。哦。然后把这个羽毛送给我的队长李承宪，送给 James 李朱宪。我从出舞台到现在，我们队三个人一直在，我们一起拥有这个羽毛，一起飞。哦，我们三个人永远都是一家人。Yellow 蓝色的 pick 也还在我这儿呢。Yellow brown。Yellow。好嘞。出舞台，我在台上有说一句，希望这个夏天可以当大家的人体充电宝，所以我为大家做了一个 custom 充电宝，你按那个 button 的时候，我会出现的。Anyways， 一人一个，谢谢你们的。哎，金哥，谢谢金哥，谢谢金哥，谢谢金哥。这个项链是。有一个吉他，哦，我觉得我们的舞台每一次都需要的就是音乐，我们的舞台不能没有音乐。下面这个字母是代表每一个哥哥的名字，我专门找人去赶工赶出来的。这个每你们那个字母是代表你们的名字，所以我就昨天刚刚才送到，因为要赶很多个字母。好，我们搬上去发吧。好好好。我是想对哥哥们说，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心意，但是它是我对哥哥们的一种，不舍和尊重。我希望哥哥们能够喜欢这个项链。这个是挺好的纪念品，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项链，我也会一直保留着，是爸爸送的。然后咱们也看到了哈，这三个月来都是我们的见证人涛涛陪着我们，真的也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你也见证了我们的改变，所有人一起掌声感谢一下涛了。辛苦涛姐！哎呀，我觉得我坐着说吧，因为我很开心跟大家在一起，你们的成长，你们的情感也奠定了我觉得我个人的成长和我和大家一起这几个月的情感。起码我见证了小春哥，最早谁的名字都不记得，刚才哇上来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说得清清楚楚，对不对？我们都在做自己可能不一定能够挑战和有信心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哥哥们都完成了，我也有信心在我自己的未来经过这一次能够越来越好。你可以的。辛苦辛苦涛姐。辛苦了涛姐。辛苦了。然后呢，当然我也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值得纪念的东西。其实这个很简单，这个本子就像是一个同学录。哇，毕业本。其实来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忐忑。Hello， 各位哥哥们，我是这一次陪伴大家一起燃烧的见证人，我叫刘涛。Hello， 小姐你好。Hello， 你好，谢谢你啊。因为大部分的哥哥我不是很熟，好多个哥哥都挺特别，张晋哥哥呀，赵文卓哥哥呀。我已成为队长，是因为我想当队长。他们都是习武之人，很沉稳，但是没有想到五百有人加吗？又到了金哥最喜欢的环节。像言承旭哥哥，我对他还是在这一次上有一个新的认识。Hello， Hello， Hi，
Hello。 我看你一个人在角落里坐着，我坐了很久。对，因为我社恐，我来这边就是锻炼自己的社恐，就是希望自己可以不要那么害怕人群。我觉得这次完全没问题。他在一点一点的打开自己。哇，这真的好难哦。都不能讲话是不是？非常努力的想要去尝试跟大家沟通。跳舞不好看呢，让大家能够去更加的了解他。Rich 我也觉得他挺逗的。你是最小的？对，我是最小的。因为他每次听规则的时候，他都特别在点儿。去不去？探口风，探一下风，没有沾到你们的领地吧？好，稳了，没有人沾我们。知道为什么选他当队长了吧？很实用。Ricky 其实他，我们第一次看他，觉得他就是个挺古灵精怪的。你看那个小白，还有那个高瀚宇，因为他们两个完全就是一对活宝。后空翻练一练。我来的时候其实是有压力的，见证整个的过程，见证整个的秀，然后跟大家介绍所有的规则。但是我现在呢，更多的是，就觉得来值了。好吧，我们现在真的是战火一触即发，就看下一场到底谁先回家，好不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都觉得说，时光过得太快了，不想结束。我觉得我能够体会这种感受，我觉得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时光本。然后第一张呢，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全家福。这个好有意义哦，一二三。后面呢就开始记录着我们的点点滴滴，然后有些是我打印出来的照片。张云龙。太神奇了，他居然会弹吉他。这就是每一个经典的瞬间。有了，有了，有了！感谢！我来教授叶老哥，我永远记得那个想要为我付出的一切。合作愉快！哎呀，太有心了吧，这也劲舞团。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哇，这个太棒了。然后可以翻到倒数第二页。我们节目里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哥哥们其实都可以用笔写在上面，然后一会儿呢，我们就来帮你实现这个心愿，弥补这个遗憾。你突然想有什么遗憾，我真的想不动。我觉得我的遗憾就是我们没合作过的哥哥们就是没合作，我觉得那个是唯一的，这是唯一的遗憾。最大的遗憾是还没有去唱跳，他要实现的话，我就要去唱跳。你写什么？哎，不给你看。太多太多的话你都没有说。他说宿舍会拆吗？他说那个写个会。对啊，当然会啊。尹正啊，不是要把这买下来吗？我让你买。齐哥来啊，看一下你的心愿，你想跟炫哥合唱一首歌。对。哎，那你要不要我们来合唱一首好不好？哎，炫哥，我抓不住爱情的我，输了你。这两个都给我找一个。我眺望。行，就没离开过。那我好，好。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我寻找大海的尽头，却忽略蜿蜒的河流。
当我你睡醒中，你在我左右，推着我走。谢谢轩哥。然后还有谁想分享自己的那个愿望啊？还有想跳舞的哥哥，来加入劲舞团。我要跳舞，你教我。来，七哥，奎哥跳舞。你看你扭扭捏捏的样子，来去。来，五六七，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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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They're learning how to dance. No, that's not what I want. That's not what I want. 我不要那个。来吧哥。不。快点啦。来吧哥。最后一天。走过路过不要错过。Go, 准备好了吗？不。这真的不能跳。节目结束之后我还要混的。你知道就我在这边。我毕竟还是要回说唱圈的。好的哥。对不起，打扰了，帅哥。对不起。见不到了。Ricky， 你过来说两句，你每次都那么闷。行，好好。我这个节目里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一进来的时候就把自己完全打开。我觉得如果早点能打开自己的话，可能到现在的话，可能交了更多的朋友。也可能相反。辉哥。是我跟辉哥认识最早，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再说了，微信也互删了。我想跟严大哥打篮球，然后虐爆他。好，打爆他，我觉得打爆他。嗯，倒转风车在他头上，我先拿鞋丢你。我在这个节目里的遗憾是李想、刘佳。如果未来你们要做单曲，我不知道，我没有这个荣幸可以成为你们的配唱制作人。哇，这是我们的荣幸。首先非常谢谢志炫老师。其实大家不知道，其实在我30岁的生日的那一天，我做了一个直播，然后志炫老师给我送上了祝福，特别的感动，所以我也很希望可以真正的拜志炫老师，拜他为师，然后希望他可以给到我未来在声乐上更多的帮助。对，谢谢。对，我那时候送给你那蛋糕上面写的就是32粒进军歌坛。谢谢师傅。好，很棒。因为后来的。就是爱之后好几次的公演，炫哥其实都有我们聊过，说哎，你有哪里不懂的你可以问我，我其实很感动的，跟刘佳想法是一样的，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多条腿走路，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有不懂的我一定还是会跟炫哥请教的，也谢谢你之前一直对我们的帮助。谢谢。汉语呢，其实我要颁一个奖叫无名英雄，我是想颁给小白白举纲的，因为的确小白其实他做了很多哥哥们包括很多电视之前的观众都没有看到的一些事情，从我们 MMA 开始，我们每一首歌的编曲大部分的更改做更改的事情其实都是小白，然后中间因为改编曲造成了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的事情，误会，所以我想把这个无名英雄颁给小白，也希望哥哥们能够给小白一个掌声。确实是啊，很多站在台前的朋友们得益于我们这些幕后工作者，真的是 ，James 也是幕后英雄 ，James 一起得这个奖，你们都是无名英雄，无名英雄 ，Say something。我说实话，在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一直糊涂。因为我听不懂很多事情，但是我发现有很多人想我，
你们也爱音乐，你们也尊重音乐，and 我太感谢所有们。So thank you so much。谢谢音乐把我们连在了一起。对。来这里之前，我是很恐惧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我之前也是休息了很久，也对自己也不自信。从那个时候的初心来说，我已经完全超越了我该得到的，剩下的是对于未来的期待，是我的愿望。我相信我们不管以后在任何场合见，我们兄弟们之间会有一个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一个感情。我们不简单，真的是一个朋友，真的是一种兄弟。这个是我最大的收获，遇到所有的哥哥们。非常非常感谢每一位。还有谁？小春哥的呢？好、啊。小春哥，你的呢？愿望。快！遗憾。快！快点过来呀、啊！快点过来啊！节目里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跟波哥合作。来啊！来，波哥，你等一下，你点一首，一起来。好、啊，来。今天我。寒夜里冷雪飘过，起高了哥。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过，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谁会再变？多少次？嘿，迎着冷眼与嘲笑。才没有我你个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谁明白我？原来我这一生不羁放纵乃自由。这世界够大，大到在此之前我们从未相遇相识，从初来乍到到现在可以拥抱彼此。所以正因为我知道我将会忘记，我才更重视这一刻。一切的感谢，一切的爱意，一切的欢笑，一切的泪水都尽在不言中。以后会想起来，就2021年这个夏天，曾经跟那么多的哥哥一起，全部都是开心，是没有遗憾，没有遗憾。我们回去还要联系呢，我知道你那个回的会比较慢什么的这些，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我可以等你。没了，要跟你说谢谢。接下来来到我们最后要公布我们今天结果了啊，来嘛。三轮对决之后，一枝花阵营积累的是一个离开名额，麒麟阵营积累的是两个离开名额，所以对于两位预备队员来说，你们所参与的
单轮对决当中对决失利，你们的个人喜爱度所以要削减20%。根据观众赛后投送的个人喜爱度排名以及两个阵营累积的离开名额，各个阵营的相应数量的末位哥哥将暂别舞台。那么现在结果已经放置在的是火力值区，大家可以自行去查看。自己狼 less is more， 音乐不简单，超有品质感，帅呆了，耶、yeah ！火力值在哪儿看呀？这样子啊，看了吗 ，Jerry？ Jerry 要走了。你是很凶，我走是不是？努力是有回报的。我阵营里面是排第八。哇，哥，你是双十一？我第一回耶，我第一次。你值得，哥。对啊。感谢感谢，这也是很大的鼓励。我第一次。太棒了，辉哥。哎，对，就剩你的那个啥，汉语你的啊。好。六，你参加了六组。OK。一样，就想的，想象的。哥哥 ，OK。对嘛，这就，都好。谢谢。糟了，六宫不又见了吗？啊，六宫不又见了吗？总决赛都得见。我，怎么又是你、啊？这你看，什么意思啊？不是，这也挺好的呀。怎么了？这不是很正常吗？为什么呀？你 ，OK。要的，想见各位，我走了。Did you get your card? Yeah. No. It's okay.No problem. 老张，没写什么别的。哦、oh, ，congrat， 只要最后是 congratulations， 祝福哥哥在人生舞台上继续。这什么意思？哎、欸？祝福哥哥在人生舞台上继续。啊。什么意思？是我。Let me see that.
是我。没关系喽。啊，哦哦哦，没事没事。尴尬，怎么会是你？好尴尬。这边，这边。进去，进去，进去。咱们要淘汰两个人，我是十二。没关系。不算什么。不重要，那个。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台湾区是永恒的。打了谁？耶！哥们儿已经赚了，真的。哥是哥也不代表任何什么，当然，不代表。嗯嗯，这就是我跟你说，这就是我的奖杯。这是一个荣宠，是一个荣誉，也是一种解放。别的啊，大家威哥最棒，威哥最棒，酒继续喝，继续喝，路继续走，音乐继续玩。我觉得我是来度假的，看看大家，而且挑战一下舞台，交了那么多朋友，感谢披荆斩棘的哥哥，找到了一个另一个优秀的我。我爱你们，我一定会继续努力，你们将会看到一个更好的陈辉，更好的面孔乐队。我一直在四个公演都是在大湾区的哥哥都走在一起嘛，然后非常开心，也非常的有默契。谢谢哥哥们，给我们非常期望的一个夏天。停停停，停停停。哥哥们，要不你们先休息。没事啊，现在我可以继续啊，不用担心，兄弟们。OK， 我可以，还可以跳。Yeah. 而且啊，让大家都担心，不好意思吧，你们。没事没事。我相信他，如果他认为他可以，他就是真的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默契吧。汉文挺爷们的吧？面对困难，我一关过，用披荆斩棘的一个人去过关的感觉。你们认识多久？28年。哇，我们没有联络好多年，没有常联络。然后这一次那么奇怪的状况之下，就是啊，我们就聚在一起。And this time they became together. Magic moment. Yeah, it's all fate. Thanks. 你们也要啊。不舍得他走，我们真的是兄弟情，甚至乎比兄弟情更好的，就是你在失败里面学到的东西，比赢了永远会更多。没事，想哭就哭吧，你。不是，是因为，我不知道是激动能让人哭。拿这个劲儿，这个软，你拿这个找找感觉，这儿使个劲儿不对，往前一点，开始马里奥长跑跳不高啊！开始马里奥长跑跳不高，明白？你太棒了！你怎么这么收着呢？之前啊，你之前太收了。来，必须得击下掌，让我走回去。我其实觉得这个事儿没所谓啊，都是男人嘛，这个事儿换谁都会干。所以我把你留在那儿的时候，你知道我。就我上车，我完了，我打破了，我说我不哭了，是啊，你哭什么 ？Ricky， 来，到我哥哥这边来，就完了。我加入你们，我进入了舒适圈，所以我选择加入一个我更陌生的地方，帅，漂亮。他不要在他的安全区里面了。也是对的，我也尊重，非常欣赏他。我说他，哎，姚总 ，Ricky， 祝你好运啊！在舞台上，我都觉着可以了。我也觉得，你输了比赛，但是你赢了我们的心。谢谢你，没有我的日子里，你们
不要太想我就行了。像观澜湖畔说再见。升到天空中的时候，好像就看到了我们在这个阶段当中的高光时刻。看到海报上的33个人的演绎，我不知道他们脚下踩的是什么，可能有很多困难的一些泥泞在里面，但是这30多个人还是一直勇往直前的往前走。这应该是我最勇敢的一次，关关难过关关过。你在做一件自己快乐的事情，生命没有在白过。而我们也在这个巨幅的海报上留下了自己的表达。很有幸认识你们，我来到这里看到你们也是好像看到太阳的感觉。希望自己有这个能量让身边的人开心，如鱼得水，自在遨游，我们入海再分支流，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继续的闪亮发光，披荆斩棘。斩棘的哥哥，家族诞生宴。我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把握最后一次机会，尽自己最大的全力，把我们能够做的做到最好。没有回头路，最后一关呢，我就是要来这边赢的，绝对不能输，让人看到我们的那股杀气，赌上了一切，义无反顾的一直往前走，让自己在台上燃烧。打开了一个火，所有的野心拿出来了，已经到最后了，我会赢的。少年高校湾仔与少年金牌导游争夺战即将开始，3、2、1，开场！其实他们那个年代真的很好玩，我们差不多年龄的对啊。哎。黄荣硕，他说，现在游戏继续，第一出发，加油！哎，杨哥加油，给个位置啊！哎呀，哎呀，快点啊，快点啊，喂，我来了，给我半份可不可以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点不公平。我觉得很公平啊。Thank you.
湖畔的热浪，涌动着希望，也掺杂着无可奈何沉醉，清醒而归，醒来后匆匆组装面具和华丽的翅膀，为他加油打 call， 上微博关注披荆斩棘的哥哥，一起感受哥哥们的无限魅力。感谢首席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客户端、澎湃新闻、网易新闻、凤凰新闻、一点资讯、扎克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特别合作、智行、腾讯地图、新宝宝、好看视频、同城旅行、虎牙直播、搜狗手机助手，媒体支持中新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京网、环球网、国际在线、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网、华声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香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花边娱乐、熊猫娱乐、亚洲文娱、亚洲影视。感谢媒体观察团，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橘子娱乐、广电名家传媒内参、孤斗网络影视、综艺报、传媒圈、传媒一号、高能一辈子、蓝小姐、黄小姐、娱乐独角兽、一点剧毒、一鱼观察、深度文娱、木棉说、传媒一号牌、网鱼观察、娱乐产业独鱼、影视产业观察、冷眼看电视、贵婆、深扒深夜八卦、桃红一白、放大明白、我实在太 CJ 了、影视介绍、淘叨叨。谢谢你们曾抚慰我的不安，向观澜湖畔说再见。